天地有思故之神，一人所犯轻重，亦多人算。这些呢，都是事实，绝对不是佛菩萨、古圣先贤用这种方式来劝导世人断恶修善。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这桩事情，那就错了不知道圣贤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语，决定没有妄语。劝导世人的方法手段很多，决定不可以用这个虚狂不实的方法，因为世间人只要发生发现了你一次妄语，以后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世界上有许多国家，一跟政府公家机关办事，有一次有欺瞒、有妄语，他记录在档案，你以后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事法尚且如是，何况诸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贤他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要认真的去奉行。可是佛菩萨曾经告诉我们，天地虽然有这些鉴察世人善恶的这些神道，如果我们念头转一转，这个情况呢就完全不一样。世间圣人教导我们克念作圣，念是妄念，克服妄念你就是圣人。而天地神明对于圣贤人没有不尊敬，没有不保护的，这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吧。至于佛菩萨的境界更高，所以这个注解里面这一段是引用华严经的，后面是祖师大德的解释，教导我们克己的功夫要从最难克处去用功。克己就是改过自新的，我们自己要反省在一生日常生活之中哪一个毛病最大，从最大的毛病那个地方下手大的毛病很难改的地方我们都改过来了，小毛病就容易了。尤其是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看到像古老的传说，
啊，现在这种传说很多，这个市面上常常能看到啊，这个世间有很大的灾难会发生啊，灾难从哪里来的呢？众生啊，恶业召感来的，就是感应之力。传说未必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，是世道人心，人心翻常啊。排斥一些善法，欢喜接受一些恶法，十善业道，人家听了摇头啊，造十恶业了他点头，你这有什么法子吗？贪嗔痴慢，欺诳别人，念念当中想控制一切人事物，想占有一切人事物，都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。其实我讲的很多，损人决定不利己，他误会了，以为损人可以利己，损人是害了自己啊！你现在得的利益很少啊，死后必堕三途，那个苦有的受了。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眼前吃一点苦算什么呢？来生人天福报，更殊胜的念佛往生，做佛做主去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利益。你要想获得真实的利益，就必须要改正自己的毛病，不能不改啊，不可不改。一切众生跟诸佛菩萨不相同的地方，佛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。佛心呢，菩萨心呢，凡夫呢，与这个完全相违背。凡夫的心是虚伪的、虚假的、染污的、高下的、自私自利的。真正改过，要从心里面改啊。如果真正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心，无量劫的业障啊，都消除了。如同《大乘经》上常说的：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”大家都曾经听过，佛教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是真诚的爱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就叫慈悲。这个爱心
是净虚空变法界。我们看到其他宗教里面也常讲上帝爱世人，由此可知虚空法界只有一个真实的东西，就是爱心。能爱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才是真正爱自己。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、业因果报，经上讲的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我们这样修学，诸位想想，这些天地思过之神，他还能够论你的过、夺你的算吗？不可能了啊！也就是你超越他权责的范围了。只要你用的是妄心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想一些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就在天地鬼神他的权责范围之内，你没办法超越他了。这个事情要懂得，要知道啊。宋朝时候，光孝寺有一位安禅师，他是在定中，在禅定里面见到两个出家人在谈话。起初这两个人谈话，旁边有天神拥护。可是过了没多久呢，这个天神走了。走了来了一些恶鬼。鬼环绕着他。对他吐唾沫，骂他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两个出家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，先是谈佛法，是天神拥护。佛法谈完了之后要话家常，天神走了。然后谈什么？谈名闻利养，恶鬼就来了。诸位要晓得，起心动念，你一念真善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这一个恶念才生呢，就把魔鬼招来了，妖魔鬼怪都来了。所以讨论世间事都被鬼神谴责。如果想这些名闻利养，这是造罪业。那么我们看看现在人身口意三业所造的，实在讲给这些出家人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们还讨论佛法了，现在见面就是名闻利养啊，谁还讨论佛法啊？所以这个世间法弱魔强啊，我们要清楚啊。弘法利生，哪有不遭障碍的呢？只要我们心正、行正，
有一天的时光做一天好事，好事当中最殊胜的就是弘法利生啊。所以有些人来问我啊，我们要怎样去建个道场？建道场不难啊，难在这个场有没有道啊？啊，什么是道呢？一定要讲经，天天要讲啊。佛是天天要念的，三天不讲经，三天不念佛，意见就来了，大家就胡思乱想了。啊，个人有个人的分别，个人有个人的执着，那就不是道场了。所以诸位要懂这个道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